By how your network is. OK，大家回来了吗？回来的话帮我回复一下可以吗？在打在。Hello，听到吗？有我在里面吗？我在里面吗？有回吗？哎，看不到。哦，从快，等我一下，稍等我一下，怪怪。那我现在怎么登录？赖对不对？没有，我通过那个，我想说看不到他们的回复，傻眼。有，那我现在分享画面，看到吗？有看到吗？没有，分享已暂停。不用再弄了。哦，有了，OK，好，现在我看到了哈。好，OK，好，感谢。那接下来呢，就是针对那个Protein Stack 呢，去做 demo。等我一下哦。首先呢，我们现在用的波动是这个，还有这个。OK，好，今天要用的两个 protein 呢，分别是这两个。2PDN 还有 2SDA 哈，那这两个呢是它 DS 已经内建好，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两个来做。
他帮我们找好找一下，那以后呢？当然了，就是你在一开始要 docking 以前呢，你可以先做 minimize，让它的能量比较稳定一点，要再做 docking。直接选那个价格还要选一个，是要选 dark 14那个哦。然后去后呢，我们就要设定我们的那个 receptor 跟 ligand。那我们今天 receptor 要不就大这个，所以说2DTN。那 ligand 就小这个。那另外呢，刚刚有说这个 size 的这部分呢，我们选15哦，因为今天 demo 就比较快，需要比较快一点，我们用15。那另外呢，我们在这边到时候已经让你。那 cluster 这边设定呢，最多的 pods 呢就产生2000个，那 cluster 数目呢就是我们就设定为60个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为了要就是设定，因为它会一个 cluster 里面可能会有好几种 pods，所以它这边就60个 cluster，那每一个都有不同样的 pods 结构，所以我们就设定60个就好，不要设定太多。那预设的话，也是建议设60就可以。好，那 MSSD 呢设9，那这边另外一个设，另外一个设6，一个设9。好，那没问题以后呢，就可以去 run。好，那在跑的过程中其实蛮快的，稍微等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没有很麻烦。那我之前自己试做呢，做别的也是一样，都还蛮快的。哦，可能是因为我们的Ligand 的话也相对是比较小一点。那我这边有，之前做可以看一下，就是做完的，那就是总共产生2000个 pose。好，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产生的结果呢，去每一个都点开看一下。假设你点第一个的话，OK，就可以看到所有 pose，那这就是所有 Boolean 的 pose。那我们刚 pose 最多设2000嘛，所以这边总共有2000个。那这个基本上我们用不到。另外呢，你也可以，他会把产生的结果呢做成那个文字档。这个部分呢，这样读会比较累一点，所以也常用到。然后另外呢，产生这个。那这个就是针对它的 cluster 用得到 cluster 的结果去，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常用到的 cluster 的结果。那另外一个呢，也是文字档就不太需要。你如果按 view result 的话，你就会直接看到这个 cluster 产生出来的结果这样子。好，那我们可以先拿这个结果去做后面的练习。然后呢？这样嘛，好，然后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到说这边产生的 pose 有这么多个，就是它产生的 pose，总共2000个嘛。然后这边的 cluster 呢，我刚设定60，所以这边总共有60个 cluster。那我把它拉近一点呢，你们大家就稍微了解。cluster 就代表是一个的，我点下去的话，它就会，那在 cluster 1里面呢，就会有非常多的结构。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高电的 pose，因为我刚刚选的是 cluster 1，好，那你可以看一下。那说完呢，都选到的人就灰色的，就是这边就是被我选到的结果，灰色就是 class one 的部分。好，那其他的一样概念哦。好，那我今天假设我已经选了嘛，那我现在要挑 pose 要怎么挑？我就可以透过刚刚教大家的
先把这边呢改成。好，改完以后呢，我们再来挑。改完以后呢，我们会直接按相应的，它就会跳出第一个结果。这就是在 Class Two 里面的第一个，他认为是最好的 pose 的结果。哦，看得出来吗？哦，这样子。好，那我通常会把这个结果。你可以把它锁起来，你可以这样挑，挑你觉得喜欢你就把它锁起来。那锁起来就按这个 lock view，这个 lock visible 这个。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跟其他相对的。完全。哦，刚才这个结果点一下，OK，点一下以后呢，就可以看到相对应的 cluster 啦。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知道最好的 cluster，我们就要，对，然后再按这个，然后就会跳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觉得最好的结果，它预测出来最好的构型。好，那。当做 interface 哦，这一边呢就是我们的要 docking 的 interface，然后再把它 lock 起来。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去计算它的 MSD。MSD 呢，在这里，好，那这边就会跳出，这个 floating 就跳出，所以就是那相对应的 MSD，刚刚我们是设定第一个 float 当做最好的结果，所以它其他就会相对应跳出来。哦，你可以从 Zduck 这个数值看到，这是14。哦，其他的就没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相对最好的。好，那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往下挑嘛，可以继续往下挑，像是就按这个就可以了。哦，就会往下跳出来结果。好，那你可以把它，就是它这个跳出来，我把它进行然后。第一个是，第二个是，造型其实很像，然后只是位置有点差距而已。那如果觉得不喜欢的，你就再往下调。哦，也是蛮像的，构型都是蛮像的。可以找一下牛皮的。哦，这个就比较不一样。哦，这个比较不一样，我们可以把它 lock 起来，一样把它锁住。哦，你可以一个这样找。找到你觉得你喜欢的，就把它锁住。像这个也是蛮特别的，把它锁住。那这是一种找的方式。那这样找的话，相对就比较累。那我们刚刚一开始呢，我们有看到这些，它那个 pose 呢，有些是有秀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它已经秀出来的这个部分了。因为它秀出来的部分，它改成 only。那他就知道，那怎么看到呢？我就可以用，这边，
然后呢，请记得，就是我们的横轴呢是要，横轴呢就是 X 轴哦，它要。OK，就会跳出这些嘛，这些就是最后，它因为是 top pose，然后 enlarge top cluster 的部分呢，造成所筛选出来的部分初步的结果。好，那我们今天要的结果，你可以看到说它的评分呢，大概就是在14以上的只有一个，哦，13以上的只有两个，那大部分都是在12以上的大概七个，八个左右，哦，所以大部分都在12以下。也就是说，12以上的是相对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选的要选12以上的，啊，就这样圈起来。好，这几个就是我们想要的，哦，总共11个，2、4、6、8、10，总共这十一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好，那我们就可以再利用刚刚有介绍到的那个 RDuck 呢，去把它做排序，看看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情形。像 RDuck 特别的话。因为现在已经它这边了，然后用方式，我要从那边打它大壳，然后就会跳出来，然后选，点两下它就会跳出来。那跳出来以后呢，你会得到这个对话视窗吗？设定，我们的大台是要放我们的脸上哦，为我们的放脸上哦，所以现在的话，那这个刚选，因为我们是只针对这几个要做排序而已。选取的部分，我们把它 create 成一个新的 group。好，你这边，然后呢，其他呢就不用再做设定。好，其他就不用。设备有办法资源的话，也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去做计算。那这样就可以 run。那就稍微等一下，因为它这个其实跑很快，因为我们只有十一个 compound，不是 compound，十一个 pose，哦，十一个蛋白质 pose，所以等一下就马上就算完了。那我们等下算完以后呢，我们会再做计算，还有排序，然后并且做一下 alignment，看一下结果怎么样。好，那这边有之前你先算过的，大家看一下，你点两下看看，算完以后呢，它会得到一些，那这个，主要呢是针对这些去筛选，一样，得到。那我刚刚有跟大家说，算完以后呢，得到这几个，就是兰德瓦利的计算、PCB 的计算、correlation 的计算，都是计算能量。那这些参数呢，都只是为了要成就最后的 RDuck 的分数，就是我们最后想要的结果。那基本上呢，我们 RDuck 的分数呢，要挑的是越数值越大越好，所以是只要看数值就好。地上第一个的话，最后，好像是在第15个 pose，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它是第15个 pose。那它的分数呢是 Z 大的 score 呢是在12.46，哦，
那可以知道说，其实如果就算是分数最高的话，它算出来的 RNA 的参数一定是最高的哦，因为它是透过能量计算方式的去算出来这个 RNA 分数，所以有可能呢，你虽然 ZNA score 是最好，但呢，但是在排序出来后，它并不一定是完全最好的。那可以看得到说，它们其实都是第二个 cluster 产生的 pose。好，好，那刚刚那个算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个算的情势怎么样。好，一样。好，透过刚刚的算完的结果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的是这第一个嘛，负二十级这个哈，因为它数值最大。好，那这些呢，然后那对照一下。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针对这个 pose 呢去做 alignment，看一下实际情形是怎么样。好，那我们今天 alignment 的对象呢，就是叫做 EPPE，叫 EPPE 啊。那我们这一样呢，就做超引擎。有发现到吗？就是我们如果要针对常常这样去 alignment 的话，透过 DS 超连结是非常方便的，你就不用再透过 PD Ethernet 再重新下载一次这样。OK，直接透过 DS 超连结呢，就可以把它导过来。我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好，那透过 DS 超连结叫出来以后呢，我们现在要把它 align 过来。看看情形如何。哦，所以呢，你要把它先让这边的路上。另外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呢复制过来，PPPE 呢把它复制过来。那我们只要我们水的部分不要，所以就把水的部分去掉。OK，所以我们只要的是 protein 的部分。好，那我们把它复制过去。好，复制过来以后呢，我们要把它 sequence 调出来，因为我们是。这边呢，align 方式要用 sequence 来做 align，这就，哦，因为当时选到一个，把所有的 sequence 叫出来，对，就是所有的 sequence 都叫出来了。好，叫出来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要把它 align 在一起，所以你要先选。然后另外呢，现在透过 SQL 转换的时候呢，它会自动叠回去，叠上去，让它全部叠合在一起。可以看到 PO1PP 在里面的。OK，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另外一个部分呢做叠合，因为这个 RST 也就是说比较小的，
合在一起了，我就先这一个，然后叠合好以后呢，上这个。然后之后呢，再按这个，我们就这样子就设定了，设定好后，那按下去以后呢，它就跳出这个，那你就要针对这个去做一些参数修改，我这边要改成一，那。Toast 这边呢，我记得是不用动。只要针对这个部分改一下就好。Select recipe 这边改一下，然后这个 report 就把它过掉，然后按 OK。好，它这边就跳出来了。哦，到这边呢，就 MSD 就是算完了。那有没有看到，就是我们透过这样子 align 方式呢，可以知道说这个 Post 15呢，就是我们MSD 最小的部分。哦。那最小部分表示它预测结果可能就是最好的情形。那 POS 15呢，跟我们刚刚挑选出来的这个达大可挑选出来的方式呢，达大可。下午，好，没关系，我开刚刚跑出来那个结果。好，我们可以通过 R 大头这边呢判别出来说，刚刚最好的是第一个 POS 那这个呢也刚好是 POS 第15个。好，在我们再回推回去看，我们刚刚算出来的，透过 MSD 算出来的 R 大可，好，也是 POS 15也是第一名。啊，也就是说这个 POS 15呢，就是可能是我们最后心目中预测的结果。不是这样，应该说最后可能最有产生可能的 protein duck 的结果呢，就是这个 pose 第15个，就可能是我们要的结果这样子。哦，那到这边呢，这样子 R duck 呢就示范完成了。那进到结论的地方，哦，也就是说呢，DS 呢在整个设计药物设计方面呢，不管是你大分子的部分还是小分子的部分，哦，我们都可以做到，因应不同要求有不同的设计。那它是一个很全面的平台，哦，那它超过34个模组，那可以帮助大家在可以远离以前的药物设计的方式。那以前呢，就是要透过不断的实验、不断的计算，才有可能得到我们心目中的药物。那现在就可以透过这样子虚拟设计的方式呢，电脑辅助药物设计的方式呢，去帮助我们达到。比较快速达到我们心目中想要的结果，这样子。那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我是法德利的丁义勇。那有问题的话，请欢迎大家提问，谢谢大家。或是刚刚操作部分也有问题想要问的，也可以问。有人有问题吗？好，那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今天的Discovery Studio 的课程呢，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如果有其他问题，就是不方便在现场问的话，你也可以私底下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尽量回复，或者是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我把 email 秀给大家看。哦，我的 email 呢？
没有，这边稍等我一下，我对，没关系，我秀一个给大家看。好，我的 email 在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写 email 来问我，好，我也尽量就帮你们多点一个点。好，我的 email 在这边，刚刚多点一个点，不好意思。好，我 email 在这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写 email 问我，那我尽量会做最快时间的回复。好，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想问的也可以问。那另外呢，如果你们对 DS 呢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想要更了解的话，也可以打电话问我们。哦，我们会有专门的业务派跟你们联络。那甚至呢，你有一些想要委托计算的方面呢，也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也有做从事这部分的委托案的部分这样子。好，那以上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这两天来参加这个线上课程。那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呢，可以再写信给我们。好，谢谢大家。